我想今天的事情，我们把它不要失焦，我们把它摆在今天联署的过程。郭台铭摆明就是不想谈高虹安，一天两次访问都大打太极。联署的部分会不会希望高虹安可以一起来帮忙？这问题你用光电之下的回答，怎么问都不答。难道是联署开炮的郭台铭不想选情受波及？郭台铭甚至在板桥北天宫庙前隔空对子弟兵说重话。虹安呢？我讲今天在庙前面，我要讲一句话，就是说。人咧做，天咧看。谢谢大家支持。高虹安面对质疑，当作没听到。但郭台铭这番话被解读有切割意味。其实他九月十二号受访时，似乎就有端倪。高虹安呢，是我很多年的完整训练的人，走上政治圈，我想我也是一直告诫他，跟坚守法律所赋予你的分际。郭台铭从强调高虹安是受自己训练多年，到司法和还他清白，最后几乎是隔空告诫高虹安，态度悄悄转变。就连民众党中评会也对高虹安祭出停党权处分。另外一句话叫自求多福，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火烧连环船嘛，你根本不知道会烧到哪里，所以现在就是赶快呢进行切割。郭科划界限，就怕高虹安争议的浪花一波波，一不小心拍翻选战的大船。套句时代力量讲的话，民众党风向看了那么久，昨天中评会终于出手了，针对民众党开闸记党权处分，高虹安讲四个字，市政优先。他强调说，上上礼拜已经主动请辞所有党内职务，口头向主席提出自请停权，他都先做的。他上个礼拜被慰留中央委员职务的时候，也有提出自请停职党权。现在是他要求的党部中评终于完成全这个程序了，真是这样子吗？我们现在呢要连线了解内部的前民众党主高党部的执行长林冠年。冠年，你得知的讯息跟高虹安讲的不一样。人咧做，天咧看啦。那高虹安讲的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我知道的，上个礼拜三中央委员会是用视讯来开会议，因为在疫情以后都用视讯嘛。嗯，那我知道的是高虹安都没有出席这个中央委员会，所以更没有说他自己在上礼拜三自请停权这件事情。嗯，那上礼拜三其实是其他的中央委员去做出让高虹安停权这个决议。嗯，对。他等于说在上个礼拜三他就已经失去了民众党的选对会还有这个民众党新竹县党部的主委这个职务、嗯、那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中评会才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去把高虹安正式做一个停权，所以才会有昨天这个消息。那是谁决定要对他进行这样的一个停职党权的？背后是不是真的就是柯文哲的意志呢？现在民众党各地方党部都接收到党员非常非常的大压力，地方党部的主委跟执行长其实天天都在问高虹安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办，因为他完全的不避嫌，然后接受厂商的这些招待，台湾人都没办法接受，何况是民众党党员。民众党其实是期许一个新的政治，那高虹安接受这些事情是完全没办法容忍的。那我相信柯文哲在一个月被起诉以后，其实看子弹飞也看了一个月，然后看他民调往下跌也看了一个月，所以柯文哲自己也忍不住了。嗯，那柯文哲昨天开了第一枪以后，就接受中评会把高虹安停权第一枪以后，郭台铭也说人在做天在看，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看高虹安的脸书，他只追踪了两个人，一个就是BB 郭台铭，另外一个就是柯文哲、哦、这两个老大现在都用鬼灭之刃把他切割了。嗯，我们来看一下、哦、鬼灭之刃出手了、哦、我不晓得高虹安原来脸书只追踪两个人、哦、是他的两个老大嘛。不过呢，暂停党权之后，民主党现在有话讲了，柯文哲对廉政的标准不会妥协，真是这样子吗？很多人打问、哦、林根人终于呢公道自在人心，是非自有公论。现在好、哦，不是施淑婷讲的吗？城隍爷爷知道高虹安是清白的，但是就算城隍爷爷知道，今天昨天郭台铭也在讲虹安啊，今天在庙前我要讲人在做天在看啊，
这是郭台铭过去说什么，这我专业训练出来的，我相信高虹安，现在是人在做天在看啊。苗议员你的看法，真的要被切割了？我觉得郭台铭讲这个洪安呢，人在做天在看，他后面接的是什么？他后面接的是谢谢，他就结束了，点到为止。所以我觉得呢，他这个下车下一半，就是说脚一个 在地上，但是另外一只脚还在车上嘛。因为你说人在做天在看，那如果他是不是还留一个伏笔，说万一未来情势逆转，他还说，对啊，你看人在做天在看，洪安做的这么好。都更推动了这么快哦，别人都要推动好几年的都更，洪安哦，几个月咻咻咻把它解决啊！理工女就是做事有效率，也可以这样讲啊，对不对？另外一个下车下的比较坚定的是柯文哲啦。哦，你觉得他比较坚定下的？对，因为两只脚都下了，郭台铭只下一只脚。对对对，因为柯文哲真的是跑到这个来不及，因为再不下车的话，他的总统梦就要过站不停了啦。因为他搭上了朱立伦发的那台为洪安加油的列车嘛，不明事理跑上去之后，高虹安当然对他的选情造成影响啊。所以说这个所谓民众党中评会的处理，我来看的话，绝对不是什么依照 SOP 该处理就处理啦，因为针对性极强。民众党处理高虹安，我去查过，他说是因为他违反了廉政纪律，刀子磨好了，第一刀精准命中的只有高虹安。为什么说只有高虹安？因为民众党里面涉贪被起诉的不止高虹安一人，柯文哲身边的心腹，他的人力资源部的主任陈雅玲也是涉贪被起诉，而且好几个，不止一个案子。没处理？他还让他继续没处理，每天对勒辛苦币处处几句。真的啦，我再把这句话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民众党冒号柯文哲对廉政标准不会妥协啊！你敢马上你打脸他陈雅玲呢？不，对高虹安的廉政标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政论节目没有每天都在讨论陈雅玲，可是现在政论节目每天都在讨论高虹安，公开动没掉啊！所以他的廉政标准就是看节目、看这个新闻有没有高度关注，有高度关注的台。你如果说真的是依照绝不妥协，你应该是有贪污的，这通通出来。通通按照同样标准把你停止党选，他眼睛业障重了，没看到边啊陈雅玲啊，陈雅玲还有收押禁见过，高虹安要不要收押？要不然收押还没收押过，对不对？一个收押禁见的继续做啊，这个哦，啊你打康的没无我独独的好啊，没有没有，他是讲他是讲柯文哲是讲说。除了高虹安，然后没有其他的重要的事情了吗？还有他身边还有其他的，没错。于是我们就把陈雅玲拿来讨论了，啊，够不够不？所以其实我跟你讲，在柯文哲的身边，他看到的其实不是这些廉政标准，因为如果以廉政纪律来讲，在起诉的第一天，他就应该把他停止，对呀、啊，是吗？过去蓝绿也有县市首长被涉贪起诉的时候，不就把他先停权吗？当时民众党，我们台湾人不是金鱼脑，我们都还记得呢。当时他们民众党讲说无罪推定，对不对？我还记得黄珊珊讲说不是贪污，应该是诈欺，对不对？讲了义正词严啊，现在你把人家停权，原因很简单啦，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高虹安已经动摇到柯文哲选总统的核心利益，不然你没道理只针对他一个人处理嘛。所以柯文哲呢是用这个以前防疫的时候，他有发明什么冷区歼灭、热区围堵这些等等的作为，他现在应用在高虹安身上啦，哈，针对这个指标性的啊，旁边打钢铁的他疑心哭逼哈，陪他出路去拜票的那个，除非大家关注，否则我跟你说他也不会处理，因为那个四叉帽也讲很久了，只是大家没注意到那个人知名度太低，那高虹安是因为知名度现在全国知名度了呢。高虹安的新闻量已经不知道超过侯友宜多少倍，而且满意度接棒柯文哲，市政满意度最低耶，因为有接棒啊，你徒弟有接到棒啊，果然是师徒嘛。我来讲，高虹安的市政满意度必然不能太高，因为太高的话呢，对师父不敬。因为柯文哲以前都会说，柯文哲他们以前都会讲说啊，吊车尾呢是因为对不对，市民标准高啊，然后呢是因为这个评鉴啊，客观数字台北都还是第一名啊，那都是别人操作啊。那如果高虹安这次考第一名，那以前柯文哲讲这些不是没面子？所以高虹安绝对不能考第一名。这个有八个字。台北经验，新竹实现。这个刚刚冠廉讲到一个美感啦，我说到底哈，这个停权是谁的主意？他说，因为他们地方党部压力很大，
基层很多人打电话来问柯文哲，发现说不仅是民调，好，包括网络的负面声浪，包括呢基层等位弟弟卡在公代级不得了啊，所以高虹安被停权，柯文哲就喊尊重。那么当初到底是谁骂中评会？中评会过去的中评会主委不如你的意，你就骂他，谁家的狗带回去管好。这就是你柯文哲的标准。另外，我要请国民党的不能睡觉了，赶快清醒。我一直没有睡觉。你们是不是还站在这个支持高虹安的列车上？已经跟建商有对价关系了，包括今天我们刚刚讲，连环评居然是安插建商自己人。今天媒体问是否相信高虹安清白，朱立伦还说我相信。逗点，他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厘清。对新竹是最好，所以是不是朱立伦还相信高虹安的清白？没有了，刚刚来讲下车，连郭董都要洗衣了，阿苗公的郭董一只脚都下车了，那现在谁还愿意在车上了？朱立伦呢、啊？没有，朱立伦他为了蓝白合，希望把他也说希望高虹安尽速讲清楚，尽速自清嘛。那尽速自清，我都要讲哎，最好自清的方式，老讲柯文哲过去在台北市这样哦，如果有相关的疑虑的话，立即送政风嘛。你政风毕竟是法务部的单位啊，你送政风，如果真的有涉及到法律的问题，政风他会移送检调哦，会立案哦。所以这件事情，不论是刚刚讲的那个环评的部寡妇楼的那个文资跟环评的部分，我也认为那疑点重重啊。然后第二个，他对于那个回建组的那，所以你还看到跟朱立伦讲一下无？人讲你是否相信高虹安清白，他还说我相信。你是不是要赶快跟朱立伦讲一下？他们现在讲该下车了。他们讲的现在都叫无罪推定嘛。啊，就这个案子，我认为就说现在政风约谈的那个新竹市的文化局长之后，文化处长之后，这个案子我认为向上延烧了。我也认为这个瓜田李下就严重哎。因为对我们来讲，台北市的建案。都更案审查没这么快的啦，这跟他嘴会坐火箭一样，那盖章。今天市政府出来开的记者会，完全没有对外界的事宜。我也认为那不是危机处理的方式，危机处理不及格。所以当郭董讲说人在做天在看，我来讲了，高虹安的不分区是当初郭董推荐给柯文哲的。那高虹安的表现好跟坏，表现好，柯文哲跟郭台铭都会水涨船高，这也是事实。因为高虹安现在都要阿苗讲诶，他变成全国性的知名人物嘛。大家想一下，我讲一下简单的啦。蔡英文总统过去去年上月饼，有人知影无？啊，高虹安送了月饼，我们讨论几天？讨论三天嘞。没啦，昨天开始讨论啦。三天啦，我今天昨天呐、啊，今天第二天。我拜争论节目这次，我也吃了高虹安的月饼。我喝价不？老蒋，我觉得还好啦。第一个我上节目人手一盒啊。我说这样子啊，高虹安舍不得吃啊，要给大家看。目前声量最高的第一个柯文，目前声量了第一个柯文哲，第二个郭台铭，第三名就高虹安。可是高虹安的负面声量遥遥领先郭台铭跟柯文哲，所以你对郭台铭柯文哲来讲，要不要做切割？你不要说讲一只脚下来啦，两只脚，我觉得现在都跳车了啦，所以国民党是安内啦，过去当然你基于无罪推定，可是目前看起来，我认为不只是瓜田李下，甚至有可能一脚都跨到红线了，我也认为说，除了政风尽速查之外，这件事情要变成检调去赶快查清楚，否则第一个。在政治上，它会形成高虹安的政治危机，高虹安的政治危机也会变成柯文哲也会扣分，影响不是总统票而已哦，这会影响到政党票哦。那当然，不然实力最近那么认真在干嘛？当然啦，实力跟通爱爆起来啊，实力跟民众会有重叠啦。可是柯文哲，这不来应用到的总统票哦。政党票会影响到、黄国昌为什么都没有办这个案子？对啊、他们很爱办案。啊、你政党票还要影响到部分区的席次啊？那第三个，你这个，所以这个一定得处理，这是政治的处理的部分。那在司法处理的部分，如果高虹安自己不移送政风的话，你看到政风没搬吗？他怎么敢自己把自己移送？我觉得那是自清哦，那是危机处理一个形式哦。坦白、如果没有自清的话，那个剪掉主动办，那个时间点那更、那个时间点过了。你觉得他自清的时间点过了？高虹安就算移送政风，我相信新竹市民或国人不会相信的啦，因为政风，因为政风是在市府里面啦，他第一时间，而且现在当事人就是市长跟他的男朋友嘛，他连要求都只是要求，嘿，市府的同仁不可以接触 Jack 哦，然后 Jack 他没有要求他，不是定宇伟，我真的很生气，是为什么新竹市市民水准是很高的。他市政府团队的每一次危机处理，每一次声明稿都写得不及格，怎么会这样？我坦白讲了。各县市的市民，我觉得现在台湾的民众的水准都很高了。我们刚才几个每一次的危机处理都很差我们刚才看到他那个环评委员跟这个利益不回避的状况，
那简直是让人家下巴掉下来耶。嗯，没这丑陋的啦。嗯，啊，没这丑陋的警察，为什么他市政满意度会最后一名？因为新竹市民看得懂嘛。嗯，而且那个满意度还在这些事情爆发之前哦。对，现在爆发之后，你觉得他会怎么样？所以我刚才讲，移送给政风已经没办法让人民说有信心了。新竹地检署一定要动起来了。新竹地检署，你再不动，你最怕让知道你在动。嗯，我觉得我们要尊重检察官，就是他查案哦，不能像我们这样讲，他要把证据要框住，庭外的话不能当证人，又要进来拒结等等，他有些程序，但你要动。那如果好，如果钱康明去政风室聊了七个小时，大家记不记得政风室有发表一个新闻稿？嗯，说本来进入检察官在调查的，政风室是不能办的。他这一件事向新竹地检署检察官报准，哦，要问什么题目是检察官准他问的，欸，他才能问钱康明哦。你都忘掉这个新闻稿了，嗯，有些东西检察官不想打草惊蛇，是不让政风室去问的，嗯，所以他这样都还能问七个小时。那我反过来想，有没有什么情形是检察官想透过政风室也要问的？先问一下，或者钱，嗯，康明有没有去过地检署了？嗯，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一个问号嘛，嗯，所以我觉得地检署这个案子局部的侦查不公开，但你侦查动作应该让新竹市民跟国人了解说，这上百亿的案子，嗯，这么样的利益不回避，你要让国人看到司法检调的动作。我想请教范老师，哦嗯，柯文哲的部分，柯文哲现在就是以他这个完全对这个廉政标准不妥协的情况之下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就切干净了吗？他就是止血了吗？就是捅高虹安一背后一刀啦。其实你大可不必做这件事情嘛，因为高虹安其实跟民众党的关系 也是形同陌路嘛。那，啊，你也拖了一个多月了，欸。对，那现在就是因为他发觉这个事情已经越来越烧越旺，而且烧到了柯文哲本身，影响他的选情，甚至他本来认为说他明年立法院他应该会有个比现在的五席再多，甚至有可能十席的不分区。本来是有这个机会，本来觉得信心满满。嗯，特别是在之前他的民调大概都有将近二十几%的时候，嗯哦，他还觉得说 我因为老二嘛，我应该有这个能力。但是现在我看他觉得是说他可不好连现在五席都不保。而且你看就说高虹安是柯文哲现在的选情非常的焦灼，好几个这个民调已经输给了侯友宜，虽然输不多但是已经输了，嗯，那你的气势就达不到这种感觉，就是哦，你可以，啊，去跟那个啊，变跟那个赖清德 PK， 不可能了，现在已经变成说只能够跟侯友宜 PK 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一定要自保，一定要那就拿这个方式来表达我跟啊这个高虹安切把关系完全切开来啊，然后啊这个所谓的啊把断绝彼此的关系，他用这个方式嘛。那这就表示什么？高虹安现在跟民众党之间就是渐行渐远嘛。你这个时候你不但没有雪中送炭，对不对？你只会锦上添花，然后现在还在怎么样？还在用这个方式来等于说证明说我们民众党认为你高虹安的立法院的那个所谓的助理费是有问题的，等于说我们知道我们党是这样认为的嘛，就等于不等于在背后补一刀。所以我真的觉得柯文哲现在是为了这个，那为什么呢？昨天八点到十点新闻台的争论节目大概有五个，我算了一下五个，其中四个全部都在讲高虹安，只有一台在讲这场那个鸡蛋的问题，嗯。然后昨天十点到十二点有四个政论节目，都是新闻台都很密集嘛 ，Cable 台嘛，四个政论节目，三个在讲高虹安，只有一个是在讲这个蛋的问题，就是陈其重的问题。那表示什么？大家关心嘛。嗯，哎，八点到十点是黄金时段，哎，有四个电视台都在讲高虹安，表示讲有收视率嘛。我们又不是慈济大爱台，对不对？不看收视率的，对不对？靠信徒来捐的没有啊，大家都看收视率，表示大家关注这个议题已经是变成全国性议题了，而且不断有新东西出来。那我必须要讲，新竹地检署不办都不行嘛，因为大家关心嘛。如果今天不关心，那高虹安可以躲一阵子嘛。每天都有新东西，每天都有新事证，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高虹安他一定要去面对，而且我认为司法检调迟早都要进来侦办。哎，柯文哲就问了哈，柯文哲问什么？每天铺天盖地打高虹安，难道这个国家都没有其他事可以做吗？这不是我们要打他吗？政论节目就是在评论，当然了，啊，我们要做什么事？对，没有这个，他意思就是又在影射民进党在打高虹安呢，欸啊，国家机器又动手嘞，欸。柯文哲，你自己也有当台北市长，你也有都更案，你有各种开发案，你会找一个对象的前独董来吗？我相信柯文哲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嗯，这是刚才你的节目写的很，欸，高虹安这样子搞，你柯文哲你过得了关吗？所以他想说喝个再一张切割啊，广告之后我们更多的讨论，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这个讨论现场，来看一下高虹安被民众党停权，结果柯文哲是怪民进党每天处理这个。我想要请他具体的说明，民进党处理了什么？好，这个他说呢，难道国家没有别的事情在做了吗？反正总之他就是在切割，但是针对干政的部分，他捅到马蜂窝嘛。柯文哲今天讲到干政的时候，他说：“哎，这干政这个线很难画清楚啦。”像这个陈佩琪也常在我耳朵讲那个什么轮状病毒疫苗什么的啊，结果呢？黄伟汉不是骂他说，你若连什么叫干政都不清楚的话，你总统就不要选了。听到这样一个重话之后，今天媒体在问了哈，这个高虹安男朋友到底有没有跟干政？而且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男朋友很干政，在立委时期就是如此了，为什么都不好好处理？柯文哲就说哈，要有干政的事实，他也不需要替高虹安回答，高虹安自己出来面对指控，丢包又在丢包。哎，瑞德是，一共哈。被停权，郭台铭跟郎丽哲天天管嘛哈。今天就有人讲了哈，这个吴瑞燕就说高虹安从众星拱月变众叛亲离是不简单的，连李国璋，头壳现在都没在发烧啊。李国璋不是为着伊的副市长可能的副市长职务定在定黑吗？美三立吗？指控记者没有查证，说我们骚扰柯家妈妈，讲一大堆哈。我们三立是严正澄清，请李国璋是要道歉的。李国璋从善如流，道歉了，哎。思虑未周，想当然耳，草率发出对三立电视台新闻记者马玉文 Wendy 小姐的工作评价。其实马玉文表现得非常好，致使马小姐清誉莫名受损，对此国璋汗颜不已，深自检讨，约束言行。艾瑞德，所以呢，哪一个李国璋讲的话我们可以相信？是之前在骂三立记者的李国璋，还是现在后来道歉的呢？不要忘记哦，他道歉的，我记得好像不是只有电子媒体而已啊，还有平面媒体的记者，不是也是这样吗？你不是气牙牙吗？你不是认为别人的媒体报道都是这个样子？那我请问你，他为什么突然间道歉？因为突然间大家有讨论到所谓的新竹市的副市长会不会是这个李先生呢？从有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柯文哲跟高虹安之间已经决裂了。为什么呢？新竹市的副市长并没有在高虹安要把前副市长蔡丽青给赶走 的时候并没有同步发布。大家那时候都在想什么？那时候留下一个大家在猜，有一个人选叫做柯美兰。如果是柯美兰的话，那就不一样，那就表示柯文哲是力挺他的，因为自己的妹妹能够在那边当副市长嘛。但后来为什么不会是柯美兰呢？因为柯美兰不是在他们自己柯妈妈自己家这个拆自己家违建的时候呢，那同时在那个地方宣布说他要选那个立委嘛，对不对？说要民众党那个提名他等等嘛。因为就没有副市长了，所以才会宣布选立委了。不客气讲就这样了。但你也不能怪人家，不让他当副市长。当了副市长，万一现在看起来，那么这个高虹安因为贪污案，因为那个助理贪污案，所以呢，因为这样被一审判决有罪，可能性是非常强的嘛。万一停职了，柯美兰的副市长、代理市长，洗稿熬一摆啊，选市长要安怎？高虹安规拢无去啊。因为我都叫盘起啊，够也副市长一定要选一个听业委。我讲坦白的嘛，万一我停职，我还是一样继续操控嘛。所以你要知道嘛，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东西呢？这个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嘛。那么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问题，什么都是我跟你讲，如果不是因为你那么去搭人家的车子，搭人家的这个名车豪华名车，不是因为你男朋友就住了人家的这个豪宅，就一个月只付5万块，不是因为这些事情，我们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事情来嘛？请问第一个提出来的是谁？不是自由时报的记者吗？去拍到了李中廷用 BMW 私人的轿车去停在那个停车格里面嘛？所以其实柯文哲也好了，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切割了？因为很简单，逮鸡不瞄了。刚刚那件事，他不是说，经济管理，我们全台湾好像只剩下那个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关心别的事情嘛？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吗？他希望我们在这里骂他，骂他才有声量。他不是讲吗？他不是讲说是什么中央厨房？柯文哲一向是很自以为是、自大，以为他自己智商157，下面弄把一恭喜民进党的中央厨房，然后制造东西来给我们啊，给这个制作单位电视台啊，然后交给发包子给这些名嘴啊。请问哪一个名嘴，包括李明贤在内，是最被指定的？李明贤是国民党的，你知道吗？是哪一个是被指定的？我问你嘛，阿苗是社民党嘛？那每个党派都不一样嘛。中央厨房的大厨可能高虹安呐、啊，是高虹安给我们的。我跟你讲，你错了。大厨根据这个柯文哲，因为他最痛恨民进党新潮流，永远是新潮流，永远都这样嘛。一幻想，这些都是他幻想出来的嘛，很简单嘛。不过他去讲到他的太太，他可能踢到铁板。他那时候拿起来太太说：“我太太也会给我专业的这个什么无微博。”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太太，我每天都注意陈佩琪女士的脸书啊，因太太由九月十二号开始都没更新呢、啊，你知道吗？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柯文哲这个时候突然间丢进来。我问你，起诉的那一天他怎么讲？起诉那天他怎么讲？然后现在怎么讲？他之前怎么讲？高鸿安说他在所谓的这个贪污罪的时候，他说理工女是不会犯法，他不是这样讲吗？嗯，他帮他背书，然后一直背书，到后来就慢慢丢进去，大事不妙。天哪，你想想看，最挺他的说那个郭台铭说经过我两年的训练，所以我可以相信。结果搞了半天也说洪安啊，人在走，天在看，天是在看什么呀、啊？我们来看最新民调，好，这是林传媒的民调。林传媒的民调是采取用简句发送，然后看你要不要回函的哈。这个赖清德还是维持在第一，赖清德的支持度是 42.52， 柯文哲是 24.23， 第二名；侯友宜是 22.25， 第三名。郭台铭金灿呢，六点多而已哈，金价是逐级拐，但是呢，这个趋势上呢，侯友微幅的上扬，这个柯文哲微幅的下跌。但是朱立伦讲了哈，他有一份内参民调，他现在也很努力要做的是一对一。他说如果一对一的话，不管侯友宜或者是柯文哲出来选，都可以赢赖清德。真的会有一对一的局面吗？郭台铭今天真正终于在延后之后，今天正式联署起跑了，场面够不够热闹呢？来看看。启动联署第一天，郭台铭、赖佩霞再合体现身新北板桥联署站，替工作人员加油打气。今天是上班日，不是平常日，一大早来。我们地方很小一点，但是呢，他们这么多人，我非常感动。郭霞佩联署站9月20日正式启动，郭台铭预告首波将设10个站点，台北东区旗舰站原定10点开跑，但眼见支持者陆续涌入，提早半小时入场。哦，好像是8:30吧，各支绝对不会外泄。25个啦，25个。他会支持郭台铭到底吗？当然。尽管支持者热情帮联署，但根据网络媒体在9月12日到9月14日做的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支持度来到42.5%，柯文哲24.2%，侯友宜22.2%，郭台铭则只剩6.5%。民调持续下探，但郭台铭还是很有信心。应该支持者都是显性的，我相信最后啊，这个才会反映到实际的情况。菲律合作有新的进度吗？我们都在进行中，走出大局。哦，我想全民是以感谢的心情、祝福的心情。影射是破坏大局的人，郭台铭联署启动，朱立伦连祝福都说不出口。郭台铭说的菲律整合进度是不是真的进行中，也让人打上问号。郭台铭号称是主流民意联盟，结果现在民调剩下不到 10%， 甚至连 8% 都没有。同一份民调当中，民众最不喜欢出来选总统的他倒是拿到了第一名了。来，但是呢，有人还是支持他的，说他是台湾人的救星郭台铭，有一些支持者。那么到底有没有被检举到说国民党的屏东县议长周典论陪着郭台铭洗牙齿呢？周典论说黑白说他没去牙齿啊，周慕容只是跟郭台铭通车，没有陪着逛夜市。通车就可以吗？明显通车就可以吗？郭台铭这时候很贴心了，非常了解国民党很着急。来，通车可以吗？我没洗牙齿，我讲车呢，啥比赛？没有了，公开场合当然不适合啦。那到底说这有没有违反党纪？一定就有人检举了嘛，所以屏东县党部要去处理啦。就说，过去党中央画的红线上，不准公开站台，不准帮忙造势，帮忙联署啦。所以我相信，因为上礼拜我家里有点事情，我有跟周典任议长有聊过，他也大概知道这个状况了，所以他也提到说他不会公开帮郭董联署或造势了。哎、欸，那那样啊，私下呗的对啊，私下帮他联署的对啊。他女儿在车上是劝郭台铭不要选，我已经帮他讲了。第一个党中央党纪很明确，不太管了，不太管了，不是吗？不是。你们国民党很好解决、欸，不说了，党纪很明确了。他、啊、有人检举党纪就要开会就要处理嘛。阿丽娜，台面下的会怎么样？那个没办法规范呐，党纪没有规范到桌下那一块、欸。不过说实在的、啊，就是说，连署的人心知肚明了，连郭明东今晚应该越来越吃定心丸了，对不对？因为现在这个民调居然才6%多，蛮可怕的。连署需要有组织系统性嘛，厉害有人，各县市需要有人啊，你不能每天就要去逛夜市啊，你出来白打嘛，就说。
那逛夜市啦，写庙靠啊，的路啊，对不？庙靠开讲那个也有用哦。啊，如果是真的说，你各县市，譬如说要有组织，要有系统嘛。譬如说我们过去要联署公投，蓝绿都有联署过。啊，你这个管区议员负责几份，然后乡镇长负责几份，县市长负责几份，那个都有那个嘞，那个都有 KPI 的。嗯。啊，照目前郭董来讲，不太容易啦。我以他那个声势没有造起来嘛。啊，第二个我要讲了。并不是说哦，好像说郭董下去的话，柯文哲跟侯友宜就会起来。我觉得这也是比较难的地方。说现在三方有整合的机制，也有在谈。可是如果现在民调都是柯文哲跟侯友宜两个都两成多，你整合就有问题啦。你怎么做弃保？整合是你怎么去做合作？比如说总统怎么谈，不分区或区域怎么谈？目前双方有合作的意愿，可是还没有找出合作的方式了。好，我想请教一下苗议员啊，朱立伦他说一对一的话，侯友宜和柯文哲都赢赖清德，包括中时系统也放出了一个民调，就是说侯柯或柯侯配也可以赢赖清德，因为你是民主大联盟的一员，就说赖清德这边是有做好最后真的就是一对一的准备，如果真的是一对一，有没有赢的把握？这个朱立伦在我记得有段时间前，他讲过说，哦，侯友宜民调已经超柯赶赖了，已经超越柯文哲了，然后只差赖清德一点点。那我不知道现在这份民调在哪里，还没看到啊。那当然啦，我觉得蓝营一直在期盼的就是蓝营都整合成一组嘛，所以其实，在蛮一段时间以前，就有人在说侯柯配对柯或柯侯配对上赖清德这样子的民调。那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民调的研究方法也蛮有趣的，因为你是用一加一跟另外一个一来比啊，对不对？因为毕竟现在蓝营还没办法准确预测到赖清德的副手人选是谁。那我说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他们不如再花钱去多做几组，比如说侯柯配加郭台铭担任行政院长，再加所有梦幻名单全部弄成一组，然后说哦，对赖清德一个人啊，你觉得怎么样？你喜欢哪一组？反正这都是一种在选举蓝营他们在整合的过程当中必然会释放出来的一些讯息，因为蓝营现在三家每一家都是说希望自己当老大，然后其他两家来拱我嘛，就连现在只剩下6%的郭台铭，他也还是觉得他才是主流民意，他才是第一名啊，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还会持续下去，所谓的这种民调什么一对一 PK 上上下下，这些讯息都一定会有，而且讯息会很乱。不过我还是要讲，不管蓝营外界再怎么乱，我认为赖清德唯一的目标他就是要准备勾对虾啦。赖清德就是要以一对一 PK 为目标在做准备。因为你绝对不会知道到底蓝营会不会整合成功，而且最近也有新闻出来指出说中国也非常关心蓝营的整合。这个在道其实不用新闻讲，道理上去想就知道了，因为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战略唯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民进党不要执政。中国的目标非常清楚，所以他当然会尽他所能的去鼓励蓝营整合为主嘛。最近我们也看到有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出来的报道，指出来说，中国甚至呢透过不同的系统跟蓝营的议长表态说，要整合的话就是蓝跟白两个党，好，所以叫郭台铭不要再乱。当然，这都是一些新闻上面的传闻，不过它也符合我们一路以来所推断的理。这后面的道理逻辑其实是通的，所以以赖清德来讲，我很早就讲了，只固守基本盘绝对是不足以赢下这次选举，绝对不能以一种啊，反正对方分裂成两三组，我怎么样都赢，所以你是只有照顾到深绿的族群。赖清德想要赢，唯一的方法就是他要勇敢的跨出向中间，不只要勇敢的抛出政策，甚至是他还要尝试去跟浅蓝的民众对话。因为总统大选这一局绝对是赖清德不能输的仗。好，我想请要委员讲一下哈，这个陈吉仲啦哈，民众说你开冷也没能力，现在可开冷也销毁，陈吉仲决定要辞了。有一种说法就是同一群人就是在打陈吉仲啊，打赖英明这个吴英明啊等等啊。你看宇昌案毁掉了生技业，你在看高端被 WHO 授权的时候，高端之前被讲。陈吉仲在农业的贡献，而这个蛋这个事情，事实上，却让人没有任何实在。